Being labeled all my life and my demons put me through hell. I know there's people out there that I can ask for help. Did you drop me? Talking about my secrets feels like a cruel show and tell. I don't know. Oh, hi hi， 大家好啊！热身完毕了，热身正常的。Hello， 大家好啊！这个造型不是我做，半是我做的，半不是我做的吧？谢谢。然后，好了好了。咱们大声的刷出来，今天咱们的界面是为了什么？
没什么值得好庆祝的，大了一岁也挺好庆祝的，就是庆祝自己多了这一年的阅历吧。那还是每年很值得过生日的，庆祝自己又多了些阅历。OK， 好，老公上场。今天是小段的生日，然后呢，老公为小段准备了一些很有难度的游戏，然后如果小段输了的话呢，就要接受惩罚。然后我们先第一趴的游戏是叫做听歌识曲，然后准备了几首歌曲是进行了一些特殊处理，就是倒放了，然后看看能不能小段通过倒放的歌曲能够猜出这首歌是谁唱的，然后是什么歌曲。这难得到我吗？来，我们先放第一个，吐口红压压惊。准备好了吗？ I'm ready。这是要听吗？关了吧。这是这你是说这首歌的名字是吗？对，名字。这首歌叫哎，这首歌名字叫什么？名字，我知道这首歌，可我不知道这首歌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叫《创造101》吗？对了，哈，差点说 Pick Me Up 了，可是我知道，我一直知道这首歌不叫 Pick Me Up， 因为大家都说这首歌叫 Pick Me Up， 可是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创造101》。OK， 好，那就是现在就是简单预热一下嘛，然后作为一个练习，然后正式开始了。好的。我听之前我就听这个声音倒放，我也他化成灰我都听得出来，倒放我也听得出来，这就是我水果姐的声音 Katy Perry 声音，我听到噔噔噔噔，我听到那个舞我都会跳噔噔噔噔噔噔噔 Dark Horse 化成灰我都认得。 OK， 现在猜中了啊，我们下一题没难度，下一题。猜对了，猜出来了。这 Ariana Grande 的声音吗？我不能提醒你。再放一遍呢？再放一遍。听不出来。那我把我最后尾巴放完啊。嗯。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说出歌名和歌 Last Christmas. OK. Ariana Grande. OK. 三宁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好，那倒放的最后一首歌啊。好，我之前就想猜这首歌，但是呢，我又听半天都听不到一个我选熟悉的那个乐器啊什么的。嗯。就要从这中间开始放。嗯。猜吧，没了，你没有完吧？你在整我？没有没有，这首歌就这么就这么短，么有看到没？还有，没了没了，这没有词儿啊？有词儿，他真的唱了。这是我知道的歌吗？你非常知道，你再放一遍。你怎么就知道我非常知道了呢？你非常知道。富海放黑脑一横七个这么几次啊在谁干我知道我听那个呼呼我看到有人提醒了呼我听了有点像可以三妹不敢确认一生所爱一生所爱对这首歌是现在也唱不了一点硬扒下来的
还记得是在奇妙游上唱的这个。是的，今年也是就是做了很多新的尝试，这个粤语歌也是咱们今年的一个尝试。OK， 哎，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对，这个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又准备了升级版难度的，就是要你说出一个任意的时间点，然后我来放这首歌，你指定这个时间点，然后你只通过这一个时间点能猜出这首歌的歌名和歌手。哦，这很难。对，那是我熟悉的歌吗？你都很熟悉。啊 ，You sure？ 行，咱们来吧。来，你可以现在随便说这个一个时间，只要不超出三分钟，其实都可以，三分多，三分左右也可以。那就一分二十秒，这么精准，一分二十秒。OK， 哇，你正好卡到这歌曲的。一般一分二十秒都是他的高潮。好的。我在说话，你作弊。没有。你干扰我，我没在说话。没有。等一下。来啊！不行，你这个放那个，然后你放三秒，可不可以？放三秒，三秒你就猜出来了。不会的，放两遍了。你这如果第三遍，你这个哎，听得出来什么呀？如果第三遍那个就是那个了啊。嗯，不行，是三秒。来啊！这个很明确了。我最近发的歌吗？不是最近发的歌，以前发的。嗯，啊，陪我长大。你换我陪你长，你是我一生中最真。我以后之后你再问我，我不会回答了。我不会回答了。来，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咱就是一个，这叫放水吗？谁来都听不出来啊。嗯，这回你说吧。一分十秒。哦，这歌有点短。啥歌呀？短歌。短了一分十秒都没有。来了，不可能吧？三二一，这个好像那个，对，退，听出来了吗 ？Dangerous girl， 不对，你再放一遍，我再放一遍。啊，我都想牵着你的手。不对，半熟期待不是吗？不是半熟期待，不是。这首歌你唱过，但是你应该不记得。我唱过，但是不是我自己的歌。我不会再，问你了。我再给你说最后一次，如果你再猜不出来，就那个了。我这不看你，这什么歌啊？我唱个哪个？是个哪？你真的唱过？猜不出来哦，猜不出来，过来公布他。你唱过这个歌？你唱过这个歌的高音？不记得了。你在？捉弄我是吧？没有。这个怎么能听得出来啊？可以的，而且你恰巧是挑了这个高音的部分，真的非常完美。不是那个 Look at me, look at me, look at me now， 不是那吗？笑死，根本听不出来。你还要再玩一次吗？我还有歌，再听一次呢，还挺好玩的。啥时候听过？他们说啥时候听过？没当你们面唱，当他们面唱，很快就会放出来的。That's my life， 下了吧。
标准度的反弹。来吧。嗯。你说时间啊、哦、我已经纯听，我已经要听了。嗯， Jump 就是一个，你可以往后放，比如说两分多。为啥呀？没有为啥。这个就来个四十秒。四十秒。嗯。这个是，这个必须得交流，这必须得交流。不是，我意思说，这个只听一个，你不排除怎么那个什么吗？可以啊。那开门大吉都听完之后你还聊天呢，对吧？这个，嗯，这是我给你三个选项。给我的这个环节是考我的。比赛时期的歌曲 A， 团时期的歌曲 B， 出道后不出团之后自己的歌曲 C， 选一个吧。我选 D， 快点选一个嘛。真的是 D， 你这三个里面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的歌。对，不是你的歌。但是你也唱过这个歌。我也唱过，我现在唱了都干什么。我也唱过。对呀、啊。再给你听一次。那不，那你得说我哪个时期唱的这个。我也唱过。嗯。这个不能再说，这个说你马上就知道了。化妆间唱过。不算化妆间。摄影棚唱过，不是摄影棚，我再给你听一次，好吧？好。哦，这很明显了，这很明显，这太明显了，这哪明显？你说明显吗？无辜的听众，这好明显哇！这真的很明显，这个你真的唱过，这哪儿明显？你唱过，就是个噔，再放一遍，再放一遍。哇，这太明显了，这很明显。因为啥呀？因为。因为爱情。大家都说因为爱情。因为哎，等一下，我真的，我那天唱的是那个，哎，我那天唱的是什么歌？哎，我那天唱的什么歌？那我们在酒店唱那个哦，灰色的甜腻的脸，我想有没有因为啊？灰色的甜腻的脸，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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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失去你那一秒，心突然就变了，噔噔噔噔噔，心跳的天，没有因为啊。好，公布答案了，你肯定是要接受惩罚了。这个，就是这个歌。是这一句。哦，是以为不是？对，吐词不清，呸，乱说的，我听错了啊，视唱练耳不行，是我视唱练耳不行。OK， 那就要接受。对对对，下一个。怎么那么喜欢唱这个？其实还有一首歌，你要再猜再试一轮吗？好，你要再试，嗯，但是你肯定是要接受惩罚的哦。来吧。不行啊，你得跟我聊天儿，得跟我聊，这就一这儿
听得出来啥？这个感觉对你来说应该会有难度。嗯，来吧。嗯。哦哦哦 ，sorry， 又忘了。嗯嗯。那五十秒吧，五十秒。嗯，啊，白眼我，再听个。我的歌，嗯。来吧，三个时期。A B C， 先排个十七。嗯 ，C。好，再来一个啊。单曲还是 OST？ 哇哇，评论区居然有人哇！单曲还是 OST？ 嗯 ，OST。爱多好。别别，大家说什么？你先说。是不是？不是，不是，对，心跳蔓延，对，诶，诶，诶，今天要不要此刻相见？别让我太思念。如果明天降落雨点挂身上。好啦，好啦，要接受惩罚啦！什么惩罚呀？是模仿三个非常可爱的表情包。哦，续的续的，你让我看看多可爱，可爱成什么样？首先给大家展示第一个。哎，能看到？对，歪嘴小猫。来给你看，快，大家快截图。OK， 还有第二个，也是一个非常调皮的。这俩有啥区别？这个有手，这个有手。快看，我上回我上网是脑子有点问题的。第三个，第三个就可爱了。第三个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猫。这不是我直接会做的吗？啊，吃人了！吃人了！哎，不行了，嘴不张在吃人呢。OK， 非常小孩激烈的猜歌游戏， okay. 好玩。下回我们多玩，但是猜这个好厉害呀！这厉害吗？真的很厉害。我给你猜，我给你选一首歌，你熟悉的，给你放一秒，怎么样？玩一下，来，我吃，来吧。我给你选一首歌啊。玩起来了。等一下，你熟悉的，那我就从你的喜欢里选吧。从我的歌单里选。你最近的吧，我从你最近的里面选，好不好？好可爱啊，好吧，那得是中文歌吧？嗯，英文歌也不好说名字。对，英文不好。你确定你都听啊？对，中文应该很快就能听到。中文，好的，好，选秒吧。嗯，一分三十五秒。确定？嗯。是个，肯定是个说唱的歌。是的。我再听一遍，我再听一遍。你再听一遍。嗯嗯嗯。三十五对吧？嗯。哎啊，没点住。是某某吗？是的。
没点住，没点住，没点住，腿腿腿没点住。OK， 那我们进行下一轮的互动，然后是提前收集了粉丝，就是大卷们的一些对你的小心愿，然后小互动。然后一共是五个，挑选了五个，然后分为一二三四五，你就盲选随便说一个，比如说一或者二或者三，然后我来对应的告诉你需要你做什么。好，那我就选三。三，哦，三对应的是请小段用三个词来形容蛋卷们啊，这个非常简单，用三个词形容蛋卷们。嗯，有爱，温暖，亲切，真诚，团结，三个词都不够。底下弹幕说你没有说美丽，美丽，帅气，长情，哎，不错，嗯 ，OK， 那选了三，那再选一个，再选一个是吧？还有没有想选的数字？选个四。四很简单，四就是大家好奇你最喜欢的蛋糕口味是什么？最喜欢的蛋糕口味，我喜欢吃蛋糕有啥口味啊？有抹茶呀，或是榴莲蛋糕啊，就这种啊。我喜欢吃巧克力蛋糕这种。我喜欢吃水，一个是水果蛋糕，二个是芝士蛋糕。嗯，我喜欢吃芝士蛋糕，我不喜欢吃，我不喜欢吃巧克力，因为我觉得会有点腻，因为很醇厚。我喜欢吃那种入口没有那么醇厚的，清爽点的。嗯，弹幕有人在刷火锅味儿的，那可能得窜。没干菜在吗？哇，这是真的有吗？芝士真的很好吃啊，给大家分享个小故事吧，就是说我在那个国外上学的时候，然后呢我的那个公寓的旁边有一个 Prudential， 然后呢他的那个里面楼下有一个芝士蛋糕店，我每天就是我从我要上课的那个地方，然后呢走就要穿过那个商场，然后到那个一楼，然后再过马路就到我的那个叫什么公寓了。然后呢我就会每天放学的时候，要是家里的蛋糕吃完了，为什么那时候长那么胖啊，就是要是我那家里的蛋糕吃完了吧，我回去的路上我就会买那么一块放在家里然后吃。嗯，好好吃的芝士蛋糕啊。好嘞，香菜，香菜，香菜，小段不吃香菜，香菜就，哎，小段看闻到香菜就会打哕哦。你那还有想抽的数字吗？再抽一个，嗯、还有一二五没有选，五吧，五，五是有没有想合作的歌手？那个、太多了，那个、太多了，说不完呢。想合作的歌手，那第一个肯定就是咱们的 Katy Perry 了。然后呢，说点现实的，说点现实的，我想一想啊，嗯，我其实挺想跟一个 rapper 合作的。哦，我们浅浅 dream 一个 ，dream 一个。我好想唱 hook， 对，就是那种发行的那种，嗯，但我希望是男女的那种，然后，嗯，哎，我之前想了好多呢，怎么突然忘了？
然后还想跟谁合作？夸夸吧。嗯，我想跟谁合作呀、啊？真的很认真的在考虑这个问题。规划不是已经规划起来了，又要想好像要实能实现的，而不是空想的，这很难啊。我其实想找一个那种啊，我想跟那种就是比较小众一点，但是他们歌非常好听的那种，可能是一个乐队那种，哦、他们最有原创能力的，因为咱们就可以一起，哎，别就是也不一定说，不一定说就是他们。但我觉得现在一般出来的那种乐队或者什么，其实他们都有很多歌是大家知道的，并且有很多人都是就是会去追他们的。对对，所以大家要推荐二手玫瑰、旅行新蜜蜂、新裤子。我就是有合作我们都想，是的，都想，都可以，就是那种唱作的那种组合，但是是稍微可能民谣一点儿，那种啊，告五人不错，可以，就是旅行团也不错，旅行团也不错。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是，因为各位老师，你看看我们，看看孩子吧，那就是接下来也是大家特别看了这么久最期待的一个环节了，就是一个。切蛋糕哦，这么快啊！吹蜡烛，这么快呀、啊！我去准备一下。哇哦，就是特别想跟很多那种音乐人，因为我感觉他们那种他们的歌曲和他们音乐的那个感觉都很不错。那我不，其实我不是很想。歌曲做的太商业，但是呢，我觉得他们那样的歌又不是不好听，其实挺好听，而且有很多人都会听，所以不一定说纯商业就是好，所以我也希望说咱们就是可以跟他们合作就好了，就是肯定是一次非常完美的碰撞。你们真的是来撸来撸，非常重量级的。哦哇哦，让我来看看。我来，我的 chocolate。哦，看看这什么？这是啊，这是我的马车，这是公主的马车，这是我的蓝瓜马车。他马上要接我走，12点我就得走。OK， 我们。这必不可少的当然就是
好。然后我要许个说出来的愿望是吧？对，说出来的愿望很简单，希望就说一个，明年有歌有巡演。看来这个愿望是告诉我们可以的，就是给你两次机会一定能成啊。我们这么好看的蛋糕，我们拍两张照片吧。拍立得，哇好香啊，怎么办，我压给吧，补个妆吧。公主今天就受惊，公主请自己补妆。左半边翅膀，大家一直在 Q， 不要说。缺牙怎么了？补牙不要钱，还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牙齿。掉了之后你怎么安都是大螺丝钻进去，哎呦真后悔啊，真后悔，那些吃东西就应该小心点。幸好呢掉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还行，不是掉在个这样这样。那怎么没脸见人了，要干啥？拍拍立得了。拍拍拍两张拍子，可以可以拿那个的。来，三二一 ，OK。你再来一张吧，这些福利给到你的蛋卷们。咱们要变鬼片了。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OK， 来，三、二、一。咱们再再拍。嗯，可以。再来，再拍一张。三。二一，呜！大家已经开始疯狂的说我要我要，这是巧克力吗？是掉地上了那个，没事，纯巧克力啊。嗯，好甜，好甜，花都能吃。都能吃，这是巧克力吧？这是巧克力，都是巧克力。蛋糕在哪儿啊？蛋糕在哪儿啊？哎，不是吧？这蛋糕主打巧克力。往前。啊，我要直接吃。行，可以。哎，你把那个甜食上面滴了辣，你把它拿走。嗯，对，这滴上那个辣油了。全是。公主请进食。嗯嗯，好吃吗？公主多吃点。哎呦，好厚的蛋糕胚。嗯，给你们吹个。那这样，那这样，就敲这个。沉浸式吃蛋糕。
没有指甲，没有指甲。有点好笑。嗯，沉浸沉浸中。嗯，沉浸式吃蛋糕，给你们吃一口。你们老规矩，老规矩。先吃啊，张大嘴巴啊啊，怎么样？好不好吃？好不好吃 ？OK， 好吃的对不对？要不要跟粉丝分享一下今天的小小的生日 party 的感受？好开心好开心啊，毕竟人在外，人出门在外，生日是朋友给的。真无语了。没朋友没生日。过不过都一样。出门在外这么几年，生日都是粉丝给的。这蛋糕里没有那个酒精是吧？酒精没有啊。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拍的。呜呜拍的真好，嗯，好吃哎！喂嘛，这张不要，我们待会儿再拍一张，我们再拍一张蛋糕的，来重新来。OK， 这样还是戴皇冠出片啊？后面还有气球，你可以拿气球。三，等一下，等一下，我想想，我看看这个是什么样，我要做点变化。三、二、一，哎，没相纸了。有。三、二、一，他们说废片送到他们那儿来。不要，老公收藏了。嗯，巧克力好吃。哦，这还有个盖子，这盖子没有巧克力啊。啊，这蛋糕好好吃啊！可是再给你们吃一口吧。啊，嘴巴张大。啊。好吃，好不好吃？好吃好吃。他们让我晚上睡觉眼睛站岗。啥意思？因为我说废片在我这儿。嗯，真好吃。哦，这张好看，虽然没拍到，但刚才拍的还挺好的。嗯，咱们还有一组好看的图片。是的，我们有很多好看的图片。你们有很多好看的图片，你们没看过？我看过，我也看过。
对，我们还有后面还有节目，然后还有好多美图都还没有那个。是的，还有好玩的 vlog。啥好玩的 vlog？ 那个节目还没有播，然后那个一起出发那个。哦，对，他们提醒我了。什么东西啊？他们说，对那个长文，就是粉丝给你做了一个，好好吃啊！这个蛋糕下面，怎么成长图？从2018到2023的，看过了啊？你看过了？隐约，冲浪速度不要太快了，居然比我快！你还给我这个吗？这个吗？我要 reaction 一下。张总，张总没看完 啊？没看过，没看过 啊，就是？啊，给我看看吧。来给你看看吧。哇，哇，你还点赞了。啊，看看，看一眼。哇哦 ，Six year of witness， are you be my witness？ I'm looking for some winners in a day。I'm looking for some winners to get me through this. Oh, are you be my witness? 你来之前干嘛了？你来这之前干嘛了？我来之前吃了个粉儿，准备睡觉了，跟我说出发了。听过这首歌吗？ Are you be my witness?Looking for some witness。 第一个是2018年的这个舞台。其实啊，说实在，咱们这几年，我这几年做的学业失败的，为什么呢？可能是以前做的太成功了。因为很多人啊，都其实印象很深刻的都是我这个形象，很可爱。我前两天还重温了一下，是吧？以前做太神功，现在追赶不上了，怎么办呢？可以，我们会越来越好。然后就是总决赛的这个啦，我知道这个造型，这个编发，很多人说很喜欢，对不对？我当时也觉得是我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咱。多的不说，那个初舞台一个白月光，总决赛一个白月光，够了吧？其他时候白不白都还好，这两个重要时刻得白呀，是吧？说的对。然后就是，其实这个造型我也很喜欢，一周年见面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见面会，讲以前有个故事，就是这见面会的前一天晚上抱着亚米哭。就是这个然后就是这个写真，我不知道你怎么了。我当然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哈，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哦，那我收回。哎，我不是很喜欢，也不是吧，就是我不喜欢戴假发啊。就很难受的，主要是。但是是好看的，其实是吗？嗯，但我感觉修的都不像我了，可能是不好修吧。然后就这个舞台我也很深刻，这个。We glow, we chain our hearts, even we drown, never asking why。我最近就是说，有一天晚上在遛狗的时候。不知道，好像是要测一测有没有进步，自己亲测一下没有进步，然后我又开始唱这个歌，唱一下这个歌，然后就是咱们的第一个 EP 了，第一个 EP 了，好快啊！这个就不说了，咱们跳过好吧。咱们呢就是尽量明年的快点做出来。每次看到这个呢
我也知道很着急。就是吧，看到这个我都不用看到这个了，稍微给我晃一眼我都知道在点我，稍微给我晃一眼我都知道在点我。所以咱们今年的新年愿望啊，不对，所以咱们今年的生日愿望，去明年的生日愿望呢，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说出来的愿望，就是明年专辑哎巡演都得许上，如果明年办不到，那就是一个生日之神，他不灵，不能让他不灵，大家都给他许愿，不能让他不灵，是不是？然后呢，就是我去翱翔，展翅翱翔，去留学。其实我现在也老是会去看留学时候的图片，然后我就是很后悔删了很多，就是一个，就是感觉还是有的时候一些图片不能删，它都保存着回忆。就是老是看看一下咱们上课时候的状态，咱们学习，咱们热爱学习，每天去赶早八课时候的一个状态，嗯，还是很想念。希望快点可以回去。然后呢，就是咱们去年哎生日的时候拍了一组写真，是卷发，哎，咱们今年也是卷发，但他是这么今年成熟了，不一样了。哎，谁在骂我吧？但是咱们今年了，成熟了，不一样了，对吧？咱们大女人。今年也有漂亮的照片，期待吧。是的，今年也有照片。今年拍的照片拍的，拍的动，拍的那叫一个，没去过那么冷的地方。然后就是期待明年更璀璨的我啦。那在这里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明年呢，咱们哎，专辑。啊，不是专辑 EP， 这个叫什么巡演是吧？嗯，巡演，期待咱们的《岁岁平安》上线，永不失联，永不失联的爱上线，哎，再去一些新的让它上线，去一些新的让它上线，这是咱们明年的宏大目标。是不是？看文案，让我来看看文案。哦呦，哎呦，这文案其实还是写的非常用心啊。嗯嗯，我一直都知道咱们大卷当中的这个美工跟文案呢，非常好，非常有底蕴，非常有底蕴，非常的牛，非常牛。文化不够，只能用牛来形容。值得学习，值得学习。我是有时候也闯了吗？哦，他还有一个粉丝给你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书，你有看到吗？啥书？哼，你没看到，我看到了，特别好看的一个书。真的假的？就是我看到的时候都震惊了，他那个好像是手工做的。哦，我看看，每一页都翻的那种。就这个，就这个。嗯，你这个有刷到了吗？没有，啥时候做的？好像是前一阵子吧，我刷到的时候已经发了又一天，23号发的。嗯，哎呦，对，好漂亮，对。
一个书，他粉丝因为他过生日给他做的一个，也点赞了，老公也点赞了，偷偷给你们点赞，我收藏起来，要给你看。哦，哦，它可以扎，可以动，嗯，哇、哦，好用，好用心啊！啊，这说起来，我没有巡演过，除了以前在团里的时候，也就之前我办过一个生日会。年会有的。嗯，我看人家都好多这种，自己站在台上，然后下面都是到的观众这种图片，我就一张 ，only this，only this。应该有，应该有。哎呦，哎呦，哎呦，这个还可以拉耶！对对，可以拉。哇，好用心啊！特别神奇。哇。哇，这个还可以听歌嘞！对，这么厉害，对。很牛哦，很牛啊！这怎么做到的？你们开始展示展示。一会儿上链接，三二一上，然后库存没了没了，好，我们还能不能加？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品牌说没货了。今天生日专场是不是？对，我说了算，赔本。但是真的我来赔，真的不行了，老板，真的没有了。老板加帅，真的没有了，真的不行了。今天我自掏腰包都要给大家出，来给我上，三二一，小链接。上。哦，这个也可以拉，哇，这个好好看，这个，嗯，哇，这个好棒啊，我做的很用心，哇、哦，这个也可以，哇，这个太棒了，我看这个地方量产，量产，上链接，一人一半，这真的很棒啊，做的，就是，我觉得蛋卷是不是都想要一本，我都想要一本。这边就应该人手一本，量产。哦，哇哦，哦，哇，已经30万人在观看了。今天讲的有点慢，咱们没唱歌。哇、哦！哦，这个还可以旋转，跳跃。哇哦！哇哦！哇哇！这个哇，这个牛啊！哇哦，就是杂志图，哇，这都分片儿的，哇，这还分正反面呢，还有舞台照片也是分类的，分区分类。哇，机场照也是分类的，嗯，就很用心，嗯，像一种人生之书。嗯，哦，主打一个震惊是什么？下单了，大家都说下单了。然后剧照片。嗯，哎，我之前画的那个。就是说把粉丝比作什么，
然后我是比作相机，我感觉我画那相机画的还挺好看，我现在画不出来了都。你看过吗？你看画的真挺好看，这是给我加工过的吗？我怎么画的这么好看？这很好看呀、啊，我画的，我画的，哇哦，还挺好看的，还可能那时候真的很用心，很用心的在画。看这个远观吧，远观，放近了看就不好看。那、啊、还有我小时候的照片。我的人生遗憾就是小时候的照片太少了，太少了。大家多照多照，就是多多用照片记录点滴，多照多照，管他什么风景啊、别人呐、啊、路上的行人呐、啊、鸟啊、车呀、啊、什么。什么就是家里的小孩儿啊，亲人呐、啊，朋友的小孩儿，什么大家跟进玩儿啊，笑的多照，哎，都要照。我现在为啥咱们就是我看到那些人就是能一直，其他人能一直释放小时候的照片，我就想他们怎么能有那么多照片，我只有那么几张，只能慢慢放，放完了就没有，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嗯，还有录音照。哦，哇，这三个全可以翻转。哎，还有我的宠物，宠物片。哇，最后一个这个牛啊，这个牛啊，这个牛，看见。哇，就一哇，好棒啊，好想拥有，厚厚的一本，好想拥有啊！看看这写的，宜城入梦。啊，太棒了，好想拥有一本儿，感谢感恩感恩。OK， 给大家展示一下，刚才虽然逐个展示，但是现在三个都展示一下。戴皇冠 ，Number One， 皇冠卷。皇冠卷 number one， 你的这个娃娃卷 number two， 那独角二号链接，你看出来它是独角兽了？它是独角兽啊！我想说 Hello Kitty 来着。And 三号链接，这个是 which one you want？ 这是公主卷。我真的不能吃东西，我一吃东西就只剩唇线。你知道我们昨天录节目、嗯、然后在吃东西，我吃完我看人家的嘴巴都还好，就是口红非常饱满、嗯、我说那我在想，我说大家都吃了我也吃了，那我的口红应该也挺饱满的吧，结果回去看一圈唇线，其他地方没有了。笑死，补红吧，来吧，这个照片我们不仅要送，还要有小段的签名哦。等我涂个口红吧、哦。签名，限量，三张，什么？哎，我觉得这种拍立得真的也很有意义，因为它就是不一样。对，而且只有一个。对，就只有一个，都拍不出第二个。对对对，这个跟那种签名照还不一样哈、啊。对对，我也想拥有一张凯莉·凯瑞的签名照，那个，那个。反正他们不流行拍立得，流行吧。一号链接皇冠卷，二号链接独角兽卷，三号链接公主卷。那就一个一个截了，那就是不能指定了。对，就是一个个截图。你想啊，我趁着小段补妆的时候，我说一下规则，就是一会儿一二三分别会截图，然后大家。比如说小段可以指定一个口号，比如说生日快乐，然后大家就满屏刷生日快乐。然后最后小段就随机截一个三二一截屏，截屏之后以图片为准的第一个 ID 我们就送给他，然后私信工作室，私信老公，然后把你的地址给我，然后我就会给你寄出去。来吧，你来吧，口令你可以指定啊。是啥来着？就是怎么选照片来着？我没听，刚说没听 ，sorry。我来截，没事，你喊三二一，我来截就行。好的。
但是照片就是分好一张一张的。好的，好，那我的口令是，我是你的助播。我的口令是，想让大家刷什么？发。公主殿下，暴富巡演，嗯，很多。我的可能是美女请抽我啊，美女请抽我。OK， 小段的第一轮指令是美女请抽我。来吧，那第一个要先送哪一个？哦，我指定啊。对，你要先送哪一个？那第一个啊，这个真的好好看啊。都舍不得送了呢，舍不得送了，拿走。第一个就这个吧。啊，你还没签？哦哦，哎，先签。没有，我待会儿签。哦，待会儿签。待会儿我反正会当着大家面签。三二一，这个。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一号链接是这个，可以吧？哦，嗯，来吧，来，三二一。哦，我接好了。展示一下。一只乖羊，看看，啊，是羊吗？羊啊！你对着那给他们看一下，接着。我不能这么看，我得这么看。这能看见，这是镜像。嗯，就是一只乖羊，一只乖羊。这位朋友 ，ZIP。对，这位朋友，一只乖羊 ZIP。你获得了这张非常好看的，你获得了这张，来，然后就现在签。嗯，这真的是亲拍、亲签、亲送、亲抽。好了 ，OK， 请这位。蛋卷，然后要私信。我感觉这张有点花，这张我们再来一张吗？这张有点糊，但是我们一样动作，好不好？好啊，再来一张。抖一下的感觉。那就是说不定蛋卷们这张也想要，然后我们再增加一张第四张给大家。这个是补的，补的链接，现补的。第二，来，三。二一 ，OK。那我们先抽这张吧。二号链接。二号链接。哦，这张也好看。这张要换口令吗？还是美女请抽我？这张口令叫。噼里啪啦噗。要多复杂有多复杂。这张口令叫简单点，谢谢。这张口令叫这张叫公主请使劲抽我。这张口令叫岁岁平安早日上线。哦，怎么样，好有意义。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啊，来吧。可以吗？不说话呢。可以吗？哦。可以吗？岁岁平安早日上线。好嘞，咱们啊，三二一，哦，接到了，是给你这个第一个就是平平无奇的 pH 值，平平无奇的 pH 值。可以吗？可以吗？你问这个。你获得的是这张，这张。这张我抽，哦，这张可
哎，好好看，这个也好看。哎呀妈，这道更绝了的！啊，有东北话了呢。先把这张拆。嗯。哦。大家看看第三张，拍立得为啥拍出来就是好看呢？为什么呢？因为你好看，就是还有瘦脸吗？那这两张一样吗？这张真的很好看，这是第三张，这还没有完全显哈。嗯，但是很好看。这张可以吧？这张口令叫叫什么呢？于心何忍？啥呀？你那个角色。于心，这样不不叫生日快乐，不叫叫快快快快钱来钱都来，钱来钱来钱都来，来钱都多。钱来钱来钱都来，可以啊。咒语，这个下一个咒语呢？呸呸呸！下一个口令呢叫“钱来钱都来，都要卷兜里”。可以吗？真。哇，这个。厉害厉害啊，这个厉害了。准备好了吗？大家都刷起来哦。这个好重要啊，看到这样我觉得我运气会好。对吧，这个留存下来这段影像。每天循环播放。可以吗？来啊，嗯，三二一回。哦，这个人的 ID 很有个性，没啥话说，对，很酷，没啥话说。好，那咱们这个获奖这个呢叫没啥话说，恭喜没啥话说。恭喜没啥话说，没啥话说，但是他还是祝你钱都去你兜里。没啥话说，但是说的都是吉利话。好，那但是这张可以吗？架库存。我们能不能来五张啊？来五张，嗯，再拍两张。你还有纸吗？有纸，取决于你还有没有纸。啊，正好还有两张纸。老板加库存。真的要加吗？真的要加吗？真的要加吗？我没库存了。今天我生日场，我亏本。真的不行，我们。今天我生日场，我说了算，好吧？真的不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加两个，加两张，两张可以加吗？太难了，老板，太难了。今天就听我的，我们已经前面已经赔出去了，我已经赔了，老板。今天赔的算我的，好吧？先做，来先做。真的吗？做出来再发货。真的要加吗？要加要加，我说了算啊！来，先做，老板大气，看老板大气。好，好，那我们三二一上。没有，咱们现做，还没做出来呢。好，那你想还要老板愿意加班，今天可以啊，加两张库存可以吗？可以啊，加吧。
老板大气刷起来，老板干活有劲。来啊，三二一。哇，我马上50万了。来，宝宝们，冲到50万！再加一波波分！哎呀，冲到50万，咱们开始干第二张活。好吧，宝贝们加油！哦，50怎么这么快啊？怎么这么快啊？什么呀？欢迎刚落就要干活。好，宝贝，老板有力气干，老板大气刷起来。有力气干活，宝贝们的那个小垫子、小赞赞点起来啊！给主播加力助力，来。看看谁怎么拍啊？老板在想怎么拍。老板不能糊弄人啊！你要不这样吧？可以。等一下，我把这黄瓜搞一搞。弯一点，这样，哦，可以吗？可以。三二一，老板大气，一年大气这么一回。哦，这么快就写啊？这刚才那张，老板不满意，怎么办？没纸儿，没纸了，没纸了。看一下这张，我觉得这张可以。说了加两张，不能加一张吗？要不在刚才的，刚才那个抽出去了，刚才这个没有，没有，这三个都抽了，这个，只能补库存了。你看看哪个好，你看看哪个好，其实都挺好的。这两张没抽吗？这两张没抽，只有签名的抽出去。嗯，我们这段更像是直播间，这段更真实。两个都给，不行。为什么刚刚不是老板自己说要给的？哎呀，怎么一看60了呢？哇，60万了！咱们今天这样，冲100，唱首歌，不能这么。61了，不能这样，咱们就是弄着玩一下，可以吗？但我觉得这个头发这里有个缝儿，不好。我看看，你看吧。这个花了，对，就是那个，就是花了，其实都挺好的。嗯、这个好看。嗯，这张好看。我觉得我以前拍的挺随意的，不能这样，还是得拍完。拿大家拿到这个才有意义。对，拍跟你平时一样有啥意义啊？跳科目三，跳科目三，不会跳。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来带来喜和爱。气球断了，哪里气球断了 ？H 啊。怎么那个 H 也要寄出去吗，老板？我要这 H 寄出去都瘪了，后面只剩一个 AP。哎，这是有点爆了，是不是？这应该已经写完了吧？没有，其实还可以，它可以再稳一稳。
For boys, you're all I can do is go out to tell you how to sound. I wanna give you. 怎么就七十了？很奇怪啊！哇，好快！之前老半天不长，一下长的。也有可能就真的是人家以为我们在做训练机。哎呀，有没有水啊？老板想喝个水。老板说了一个半小时了，干得太尽兴，一个半小时一口水没喝。好像找到了新的。老板口干了，老板嗓子都要烧哑了，好冷啊！啊，这太冷了，这个太冷了，烫冰手都。直播上推荐了哦，直播上推荐了，所以说长得快是吧？哦哦，老板的研究研究不明白。Baby,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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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哎，我们玩个游戏吧。什么游戏？你想做什么？我们来接歌词吧。我昨天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很好玩，我还想玩。可以啊。就是游戏是这样的。嗯。我说两个词啊、我说一个词，嗯，然后大家呢就是唱有这个词儿的歌就行，嗯，就不一定放在前面是吧？对，不一定放在前面，那就来吧，来个，大家出个词，得让大家有参与感，来吧，在等这个跳舞，你好。我先看大家刷哈，然后呢？大家说让你100万就跳舞，我给大家跳个 Just Be It。我看什么词关键词比较多，然后呢，我就抽那么两个词。我看爱跟钱，我想不到一首歌。钱我是想不到一首歌呀，钱我想不到一首歌怎么办？那就爱先来好不好？我看他们有好多福，爱跟福吧，来。咱们现在来这个环节啊，就是我们新增环节，完全不在今天 round 里的新增环节。被困营业唱歌，就是今天的新增环节是什么？咱们现在已经86了啊，非常给力。你走的时候是多少？70。拿捏。OK， 咱们今天新增环节呢是这样的，爱跟福。爱是爱跟福吧？对，爱跟福，爱跟财，爱跟财，爱跟福都行。爱跟财还是跟钱？钱多一点，他们说钱多一点。啊、爱跟财吧，嗯、啊，爱跟钱吧，嗯，爱跟钱都可以，听你的，老板。然后呢，咱们就是说从爱开始，就是接龙，好吧？咱们接龙，然后唱当中有这个词儿就行。啊哈，咱们工作室就是说。人才济济，大家都非常的卧虎藏龙，大家不能开提示啊！哎啊，来，我先起头吧。我90了，我先起头啊。大家还是喜欢看做游戏啊，是吧？可能是想，说实话，我们应该拿个人来 PK。
疯了。OK， 然后从 OK 看一下啊。OK， 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好，爱很简单呢、哦。嗯。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好，对你爱爱爱不完。好，该我了。爱情三十六计，就像是一场游戏。好，该你了。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好，爱这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暧昧让人受伤，暧昧让暧昧打开呀，爱你不为人害的勇气。哎，这么快就要一百了，怎么这么快？这今天是吃了什么增长剂吗？爱爱爱，对爱啊。对你爱爱爱不完。好，该你了。漂亮的让我心动的可爱女人。老板假装喝水。战术性想象。战术性喝水。听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嗯嗯嗯。他们其实有好多提示的，只要你会唱。那什么，爱就一个字，唱过了啊？唱过了吗？提示啊，这么多，你唱过了吧？没有，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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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就一，咱们俩干嘛？这是内斗，你不要内斗啊！不要内斗。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嗯，唱过了，唱过了，什么啊？惩罚、啊、这么多，你看吧，就评论区里随便。上惩罚，只要你。骗人，肯定没唱过。那我换一个，爱你孤山孤山走暗巷，爱你。好，爱我中华。突然红色起来了。好的，好，到我了。爱如何？现在。爱如何？是的，是的，真的。爱如何？的那些的日子，爱如何？只会爱如何？该你了。该你了，这么多歌没有啊？这么多歌没有？天哪，没有，不会唱啊！三二，老爱上摇杆，爱的疯狂。我的吗？该你了呀，那该我吗？你先，你说，等，爱情拜拜。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我想你。好，嗯，唱，哎呦，大点提词都不会啊，这么多不会啊？什么？Oh baby， 情话多说一天，等等就多问，爱在哪儿？爱你，开头爱你，爱你，给提示的发音。爱你，嗯，爱你不是两三天。好的，好的是什么？如果爱忘了，泪不想落下，那些幸福啊，奶奶替我到达。好，爱情三十六计，我要什么保持美丽，嗯，才什么才会得分不被判出局。我爱你中国。QQ 爱 QQ 爱，原来真是这么唱的吗？给我放出来。QQ 爱绝对不是这么唱的。惩罚，惩罚！再的回归线，又期待会相见。天会晴，心会暖，阳光在手指间。好，天下响起一声。这是什么歌？
啊，这首歌听成相亲相爱，居然没听过。给你了，该你了。他不爱我，什么东西？小段不会唱 QQ 爱。爱我别走。如果好了，该我了是吧？给你了。死了都要爱，不离离尽止不痛快。好，给你了。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哦，你爱我，我爱你，就像蜜雪冰城甜蜜蜜，这个歌是怎么的？你爱我，我爱你，就像冰城甜蜜蜜。啊啊，这就是爱，这就是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感觉我爱，啊，你快点提示啊！怎么这样？如果这就是爱情，如果的的的的，怎么唱？啥呀？三啊！五啊！上我的眼睛，哒哒哒哒哒哒，这什么歌？那个《太阳的后裔》哦。嗯，好，给你了。爱了，这不就爱来了吗？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爱真的需要勇气。爱。爱，亲爱的，那不是爱，那是就是那风铃叮叮叮叮叮叮，人家的声音叮叮叮叮叮，亲爱的，不是，那声音的眼睛，原来想你说，我心跳就厉害的飞，喜欢你最幸运的情形，我也说，唱完了都没有爱，有爱，副歌怎么唱的？你说说牵了手就算爱情。作弊，太太，哦，没作弊，没人提出这首歌。一点不会唱啊，那首歌咋唱的来着？那什么怎么唱的？没，只想给你宠爱。嗯，算不算算爱？把我脑子里没想好的歌唱掉了，快点给我提示。爱情好像流沙。什么歌呀？流沙。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好，给你们。Oh my god. Oh my god. I 就像蓝天白云，哎，星空万里，突然暴风雨。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我在我心里最最亲爱的你呀，啊。好，爱真的需要勇气。我唱过了啊，这唱过吗？唱过。我换一个，我换一个，唱没唱过？唱没唱过呀？他们唱过了，唱过这个勇气，唱过了，唱过了。爱你不是我的错。哦，100万了哦。好。哦，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是声音可自信可嗲嗲，可正太不了啊，不知道只会这两个。100万哦，100万了，给大家，老公在工作，100万了，老公在工作。上天空大声的呼喊，该谁了？我们。这个游戏会无止境。爱怎么这么多呀，嗯，那么换个字吧，换个财。财倒好爽。财太爽了吧。那我先来。谐音也行。行吧。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哇，财神到，财神到。只有这种财。这是这么唱的吗？财源滚滚来。
咋了？吓死我了！啊，没有没有。财源滚滚来！啊，该你们了。哦，我天，财太难了。财，可以谐音。财，大家提示一下，财猜什么都可以啊。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小箩筐。哇，你们好，都好厉害。飘着海洋。我来，那个，哎，我刚刚想的歌是什么来着？小女子不才，未得公子青睐。好，哦。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财神到，财神到，我刚唱了。这是网友接歌吧，用我们的嘴唱，我们是嘴替。是的，快啊，才是的，就这一趴结束了是吧？这趴结束了，这趴结束了。以新补上货的啊，新补上货，我们还有两张，咱们说刚刚加的库存，加的库存了。这样吧，咱们编个号，其实我们有一些废片，但是这废片不是很废，然后大家选一下，大家想要什么，好不好？好不好？我们把那废片都拿出来。然后呢，我们有一些自己比较推荐的，可以吗？可以吗 ？A B C D 给你们大家选哈。试试那两张碎片，就哦，只有这几张。说了，姐我不挑。那个是啥？这个是你第一个对那个的。嗯，这两张有像，让人试试。OK， 咱们这里有三张啊，抽两张，选两张。哪一张会不幸的落选呢？哪一张会这么不幸的落选呢？命运缠船呢？咱们先来，这个是一号选手，这是一号选手，气球，一号，一号 ，Number One， 一号气球，看好了吗？好，咱们来个二号 ，Number Two， 独角兽。独角兽，独角兽，好吧，看清楚了。三号小皇冠，三号小皇冠，三号小皇冠。嗯，好了吧，一二三，气球、独角兽、皇冠，一二三，好的吧，大家选两张出来，好不好？选两张出来。二三的呼声高哎，三肯定，三是我看到最多的，目前三是哪个？三是皇冠，自己标自己记得吗？三是皇冠，三是皇冠，皇冠就保了。那在一二里选一个吧，二也很多。一是气球和独角兽，一是气球，嗯，一是气球，一是气球，二是独角兽，三是小皇冠，二很多。二号，大家再看一眼，没有看走眼啊。这个是一号，这个是二号，放在一起大家对比一下，看清楚了吗？要几号？这是一号，这是二号，这是三号，看清楚了吗？要哪个？说你都给了吗？不行，要哪个？一二，咱们三先保好不好？三保出来，三是已经保了，直接这两个，保了直接这两个，嗯、咱们好像在做什么拍卖会，做的这么认真。OK 啊，哎，把这个蛋糕要不先吃一下，咱们把这清个场啊，清场做大事儿。咱们这个一号、二号，可以吗？感觉扣一的更多呢，
嗯，扣一的更多，是扣一的。现在扣一的很多，大看清楚了是吧？还是得对比啊，有伤害。一是气球那个是吧？对比有伤害，对，一是气球。气球吧，那就一了啊，一了啊。好的，咱们最后决出了这两个。OK， 那咱们现在来抽吧，抽吧，来，咱们口令，上口号，上口号，上口令。咱们的口令是，空气都静止了。咱们的口令是。怎么又说老板小气的？老板小气，刚才还大气呢。咱们的口令是：越活越年轻，不垮脸。来，大家听清口号，听清口令了。皮包骨，越活越年轻，不垮。不垮脸 ，OK， 来啊！大家刷起来，刷起来之后，我们要开始截图了。来吧，三、二、一，哦，截了。花落谁家？哦，这个人出来了。恭喜咱们的粉蒸排骨、粉蒸肉，爱吃的粉蒸肉，我爱吃粉蒸肉、粉蒸排骨、粉蒸肉，获得了咱们的一号选手号气球。气球，这是你获得的气球，可以吗？好。好了，咱们再把这一张最后一张抽了之后做进行一下今天的结尾工作，好不好？ 嗯，大家不垮脸的秘诀就是不熬夜。好的，咱们最后一张的这个口令是叫，咱们最后一张口令就叫2024，说一个美好的祝福吧。2024，2024，活不活活？还没说2024争取上市呢，这是肯定做不到的。咱们就是2024大红大紫。要来点实际的，点名道姓到人身上才能落实。2024团奥捐怎么样？2024团奥捐大火吧！大火，大火做不到，小火一下呢先。许上吗？大火就大火一次。算了。这样吧，咱们这样吧，今天毕竟是生日场，咱们来个简单的 Happy Birthday， 好不好？好不好？最后来个 Happy Birthday， 在最后的看大家滚屏，太注意我生日快乐一次，然后大家就说段奥娟生日快乐，这个就是口令，好不好？已经开始说 Happy Birthday 了，不好意思，我说话说半截话。段奥娟生日快乐是吧？对，咱们就是。那我们。新的口令有了，就是段奥娟生日快乐，让大家刷一刷，刷，嗯，来，好的，那咱们键盘都拿出来了啊，段奥娟生日快乐，最简单的一个口令啊，最后一次喽，来，三、二、一，
这个是哪位幸运的小宝宝得到了我们的最后呢？这个叫什么？行行路是吗？他老是拆开了，拆开也叫行行路，拆开也叫行行路。好吧，拆开的第一个字是拆开的行跟行路。恭喜恭喜你获得了这个。然后呢，这个的领取方式呢，就是去私信段奥娟工作室。然后呢，就是小事呢就会跟大家寄出，好不好？咱们再展示一下今天的五张图片吧。然后也谢谢大家来跟我过生日，非常红火，百万人跟我过生日，好开心啊！人出门在外，生日都是粉丝给的，都是朋友们给的。好的，咱们这样的五张，一张一张再展示一下啊。戴皇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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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不好？好的，记得去私信小事哦。下面要说些什么？嗯，跟大家说一个拜拜。不是叫老公吗？这什么歌？那在这样的欢声笑语当中呢，今天的直播就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每一年呢，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咱们难忘今宵，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